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苏苏。最近呢，评论区有很多的小伙伴都觉得我家的卫生打扫呢是个大难题。今天苏苏主要给大家讲一下我家地面清洁用了什么工具。在还没有入住的时候，苏苏就入手了吸尘器和洗地机，一直是先吸后拖这样搭配使用的。习惯了之后呢，倒也没觉得累，但是床底下呢还是没有办法去清扫，只能自己准备了拖把伸进床底下去打扫卫生，但是呢也打扫不干净。真正让我解放双手的是这款云鲸 G3 扫拖一体机器人。自从它来到我家，我家的洗地机和吸尘器基本闲置了。云鲸 G3 有五种清洁模式，可以边扫边拖，兼具吸尘器和洗地机的功效。在地毯上，它会抬起拖布，只吸不拖，一点都不会弄脏地毯。我家是哑光瓷砖，带有微小的颗粒，特别容易藏污纳垢，日常拖地根本无法清洁干净，每次都要拿钢丝球和地板清洁剂一顿刷。云鲸会在瓷砖上旋转向下加压拖地，会把瓷砖清洁得特别干净，拖过的地面再也没有一条条的印子需要我手动去处理了。边边角角也清洁得超级干净，因为它有沿边扭屁股功能，墙边清洁丝毫不用担心。床底下我会用云鲸的精灵托管模式，可以智能识别脏污程度，一次次拖直到干净为止，再也不用我弯着腰去拿拖把拖床底了。几种清洁工具我家都有亲身体验，现在给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会推荐云鲸扫拖机器人，一步买到位。